高丽竟然选择东飞一阵，强执行一往无悔，不只为你，更可坚持到如此程度。小心之计，应该有之。你为何需要坚持到如此程度？我之心志在重生。好，你可知你今天之举动，只是创造了一个坚强的我。嗯，下之欲起，王灵再度创造，这一点你了想未到。难道你之举动该在目之意料，毫无偏差？是。人才合集归霸。哦。从今以后，世间就只有一个佛剑风水，也就是我暗霞红。我不宁再让作梦诞生。你无能为力，我背负了太多的罪孽，不能让牺牲人失望。你有能改变生命，不止一次，绝不消灭。星星家的为何之杀？为了拯救重生，不走，又为何之死？为了协助你拯救重生，这条路虽是艰苦难行，但是这路上始终有愿重生之幸，莫不自毙？好。你行者离开恶魔之体，是你有心离开，我心离开，我害羞了，我泄露，小兵吞噬，关键是江风水再现巅峰之交。是我要多谢你，你所以重生在世上修炼，这条路终不孤单，莫不自毙。除非他平悔，我不将伊。是昆宏天与将军这两名铁将，龙武砍下铁魔之首，除非他也平悔，伊的死亡将人大往可测。这两人无情简单就死，将军的一直等。我来幸运者成功了，可是烦恼什么？人是来了吗？大师，如小林破碎佛剑出庭，拯救重生已不容时，我也是。一撮希望的世界也该消失了。虽然真相甲恁斗阵饮酒庆祝，但是我的时间无允许了，咱也该提醒了。君皇天，我开门，心上相分，相合之来吗？一个文人，一个修人，一个官道，
哦，那饮食个人温暖不得一提，请姑娘随大嫂去听。温风天意，母亲无让你的母亲失望，虽然都不懂，但是我相信一定为你骄傲。嗯，为何突然提起此事？无什么，但要该离开了。好，娘吧，无非有急。你望在这个世界，天明驾临，阻止一切，一定可以。嗯。